哈喽大家好，这是阿西啊。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，这边给大家表演一个包粽子上台宴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平坦的海滩，这边嘛，这边感觉还不错。然后拿出一些你比较喜欢的方块，这样这样这样这个。然后呢，你就要从这里开始往外搭，这样子搭搭搭搭出去，再来一个搭。搭，然后我们继续往回搭搭搭搭，然后呢，在这边也搭起来 ，OK， 就差不多了。那我们来看看吧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OK， 你们学会了吗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好了，这里是阿西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